我会在那一台叛乱分子的座位上看着你们的。还是要有人开进来呀、我会开着它跟你们走啊，反正我那个不是打。那个引擎，那个引擎是很大的。上次四叔是没有查了，穿警察服去啊。当然是航海王啊！就同你一台要哪一车啊！台去？最后等你们决定坐哪一台。你不打看，好了。感觉超帅的翻车翻车！干嘛翻车？你坐里面就翻车，不是我们的题目打是六人，应该不会翻吧？还没录完他的话。一口气直接飞过去。哎呦！哎呦！快出来了！我看着你，看到你们帅四脚朝天的。你们好过分啊！我直接往后看。车就直接给他撞飞。这边是一定会下雨的，我上次也下雨。它一定会下雨的。快点开到水沟去！
到站喽。哎呦，我东西又卡住了，出不去。等一下，草帽小子主妇，等一下，跑那么快，等一下那个脚步声太大，找你哦。不会不会，冲的够快就不会。冲到这里就可以躲起来。等一下，货车来了，货车来了。在这边偷看他们。火车解决掉了吗？解决。哇，一个人干掉两个。超猛的，太夸张了。我没有听到吗？要什么？差一点点。哦。连走喽！不明是对着后面比中指。搭乘箱型车。对，我现在才知道，原来箱型车里面是长这样子。觉得如何？这内装你还满意吗？不满意。不要撞上了。不会啦，开远灯闪他们眼睛。关远灯了。